身投射理想，我准备好不让现实将你我捆绑。偶尔乌云会过境，自我怀疑也没关系，成为指引。你痛过的痕迹，愈合的初心，成长的证明。跟着我 wake up wake up， 未来的路还很长，不用害怕 get down get down， 迈开步伐向前走，散发光芒 wake up wake up， 这是梦想跌跌撞撞，是不要继续奔跑，始终相信你的人在前行上。你是我的丫丫，你看着他干嘛？你看着我，你老实告诉我，你对我们家丫丫是不是有意思？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丫丫了。那你。我就知道。那你呢？不是，你们看徐志远都喝成这样了，他现在说出来话能信吗？而且这种借酒壮胆才说出来的爱情，我才不要嘞。我怎么了吗？说什么吗？你也太沉不住气了吧！你刚刚那样说，不就代表你承认你也喜欢许志远吗？两个，这么担心他们的话，干嘛不直接打电话问本人？就是说啊，甚至还要特地坐在这边等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哎呦，我也想打电话，可是我就没有立场。怎么会？你是小苹果最好的朋友哎。对啊，怎么会没有立场关心他呢？没事啊，你们不用特别安慰我。其实我就只是想要。确定一下苹果的态度是什么，这样我才大概可以知道他跟欧贤明现在是什么状况。小苹果跟欧贤明约会，不就是和好的第一步吗？为什么你要看起来这么担心的样子啊？其实我是有那么一点的不放心啊，毕竟你们也知道苹果这五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啊，重点我也都看在眼里，而且。小胖，你怎么会来？他没来哦。快点，我好紧张。我跟你讲，好险我约欧贤明态度够坚定，不然大家一起来肯定又会变成同学会。谢谢。哎呦，苹果，其实我还蛮替你开心的，因为你终于想通了，愿意跟欧贤明这样重新开始。以后就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痛苦了，半夜想他想到睡不着觉，半夜想他想到哭，半夜小胖，我这次约他出来，我想跟他复合。那你没有要跟他复合？太快了啦！
我这五年怎么走过来的，你不是都看在眼里吗？我还有阴影呢。那你这次约他干嘛？我这次约他出来是要跟他把话讲清楚。哦，小胖，你干嘛说到一半就不说啊？我刚刚说什么吗？你说小苹果这五年你都看在眼里，而且什么？而且我是希望是我想太多了，没事。好啦，没事就好。那你呢？你今天不是去复健吗？干嘛不直接等咪宝下班一起回来就好了？那就麻烦你，谢谢。因为这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和咪宝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吧？看他这么烦恼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再追问了吧。那你来这里又要干嘛？你说我流川枫跟守卫都在这，男生宿舍又没有人，当然是来凑热闹的。而且我这么开心肯定是来分享喜悦。我看大猩猩现在就是陷入爱情变成一个傻子了。哦，继续躺。很开心哈、哦，开心，舒服哦，你们家舒服。我继续。很开心哈、哦，开心。徐正，你还好吗？你是不是会冷啊？哎呀，许阿之远，就凭你这个德性，还想当我们徐家的？你不要在那边说风凉话了。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问他，干嘛把他灌醉啊？你是为人师表，哎，这样像话吗？淑芳，你不晓得这个徐之远这小子，这几年变得非常非常厉害，要想对付他要用方法的。但我们这顿饭不是为了质问他，难道你不记得我们要跟丫丫说什么吗？你应该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约定，等丫丫长大成人之后，要把亚斯敏的事情告诉她。都是这个徐之远，不要这么一闹，害我差点忘记了。我看算了吧，反正这个事情都拖这么久了，不需要急于一时。不过有另外一件事情真的很急，今天必须解决。什么事情？各位，我和你们的前师母有重要事情要向大家宣布。这么突然呢？你们要宣布什么啊？
这个给你。经过了五年，我终于亲手拿到你做的幸运饼干了。我一定会好好品尝的，你也一定要好好品尝我亲手为你做的幸运饼干哦。孔令媛，你真的很没用哎！只要欧贤明这样看着你，你又会把持不住。好，那我们先去开车。等一下，你要干嘛？你不是说你是普通人吗？讲话怎么突然变这样？因为你很像《古惑仔》里面的陈浩南，所以我要当小结巴。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变成小结巴了，好可爱。嗯，哪有可爱啊？还是要开车吧，不是在这里，那是在，就是。小苹果，你找不到方向没有关系，以后我会紧紧牵着你的手，不会再让你走丢了。走吧，电梯在那里。徐俊，你有看到他们在牵手吗？自从他们离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画面了。嗯？哎！忘了他喝成这样了，竟然第一时间就想跟他分手。你先把手拿下吧，免得丫丫误会。好。你今天你是要来冤家的吗？为了自己的孩子，你不可以稍动一下吗？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们是大丈夫，说没办法就没办法，只要有心，一切都不是问题。我郑重的跟你们介绍一下，我想要跟她共度一生的女人。我已经有喜欢的对象。天地变色四十二台，家有喜事。你能不能收到老爸的话？我哪还是阿健？去救老爸啊！如果你们搞不定，记得打电话给我。如果委屈，就不要勉强阿拉基。阿拉索，你完全不懂情趣，而且没有浪漫。浪漫是男人可怕的糖衣毒药。天地变色四十二台，家有喜事。你先把手拿下吧，免得丫丫误会。好。哇！那你，
各位，老师在这边有重要事情要跟大家宣布。飞哥，你这样好霸气哦。爸爸，你该不会要比我早脱单吧？啊，人家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们终于要成为妈咪的小宝贝了吗？好难得看到徐老师跟师母这么和谐，你现在应该很开心吧？对啊。爸爸，你该不会要站起来？然后单膝跪地，再从你的裤裆里掏掏到，哎，不对，掏出钻戒，然后荣华嫁给我吧。可是好浪漫呢、哦！谢谢大家。其实我都还没有讲，你们就一直说，一直说，你们到底要让我说？哦，对啊，大家先冷静一下，赶快听老头到底要说什么。其实我跟如芳呢，早就约定好了。还讲什么？约定好什么？你赶快说啊！你们是不是要？是。我们约定好了，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所以各位同学，麻烦你们听好了，以后如果我的女儿丫丫徐念雅再有什么奇怪的想要凑合我们两个的想法，请你们千万不要跟着他一起瞎起哄，反而要好好劝他，知道吗？彩明，你一直最可爱，是最聪明的同学，要请你帮我一件事情。等你旁边那个徐志远酒醒之后呢，把老师刚刚讲的一五一十的原原本本的转达给他，因为他最喜欢跟着雅雅后面瞎起哄，知道吗？最需要你的时候，最能这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为止吧。有什么事情，我们再慢慢跟丫丫说。我跟你爸都知道你是为我们好。可是因为时间跟距离的变化，我们真的很难回到最初的那个时候了。但我们愿意当一辈子的朋友啊，这也是另一种一家人的表现，不是吗？妈，这样的关系，你真的幸福吗？嗯，这种关系呢，就是我跟你爸爸最舒服最自在的关系了。好吧，只要你幸福那就好了。难过再次拥抱我，再次触碰我累积的脆弱，眼泪再次对我说，再次触碰我后悔里闯祸，放手追回我的自由。 Jason， 你听我说，Steven 的情况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对，我知道，我知道他现在还有合约在身，但是他没有回去参加集训是他的不对，可是他现在受伤也是事实啊。唐一心怎么会在这边讲这些事情？好，如果你真的要跟 Steven 解约，那我会去向球团提出受伤证明，并且告诉媒体说你逼迫球员带伤训练，将来对双方都不是好事吧。好，我会劝他赶快回美国。拜拜。叶芳玲，主治，
小苹果，你家到了。谢谢。你一路上都很安静，你在想什么啊？我是在想，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你，都会有种错觉，好像你还是高中时期的那个你。什么意思？这个我终于可以送给你了。这个是这是我五年前就打算要送给你的礼物，没想到小苹果，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送你这个不是要听你跟我道歉的。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毕竟这个是五年前买的，可能已经不流行了。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很喜欢。那就好。我之前一直很羡慕玲玲跟嘉玲，因为她们有自己的情侣手环。现在我终于也可以送出我的情侣手环了。其实，这就是我想要跟你做的第二件事情。谢谢你等了我五年，也谢谢你帮我保留拥有这个手环的权利。指教。我的小苹果。Jason， 你听我说 ，Steven 的情况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奇怪，唐一新的手机明明就没有亮啊。哎，啊，你今仔日是要来冤家呀？为了自己的孩子，你袂使小动一下吗 ？Happy wife, happy life。我们是大家公，说没办法就没办法。只要有心，一切都不是问题。我郑重的跟你们介绍一下，我想要跟她共度一生的女人。我已经有喜欢的对象。你家有喜事少 ？TVBS 四十二台，家有喜事。你能不能收到老爸？我哪还啥见？我去救老爸！如果你们搞定，记得打电话给我。如果委屈，就不要勉强阿拉基阿拉索。
你完全不懂情趣，而且没有浪漫。浪漫是男人可怕的糖衣毒药。TVBS 四十二台，家有喜事。Jason， 你听我说 ，Steven 的情况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奇怪，唐一新的手机明明就没有亮啊！看来叶芳菱应该是没有被唐一新说的话影响。叶芳菱，刚刚唐一新说的话，你是不是都听到了？我都听到了。有时候啊，只听一个人讲，并不是事情的全貌。你该不会又想要说大道理来安慰我吧？我不是要说什么大道理。虽然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是真心在关心你的。你不用这么担心我啦。虽然我是你的学生，但也是个大人了。什么话该信，什么话不该信，我自己很清楚。我刚的话还没有讲完，我要跟你说的是啊，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能光靠听就去判断事情的全貌，最好判断的方式呢，就是听听当事人怎么说。那如果当事人也不愿意说出真相，那真相是不是就完全无解了？如果当事人也想隐瞒的话，这个时候啊，就要相信你自己的内心，因为只有你自己的内心才不会说假话。喝完了酒陪你散步回饭店真的不错，可以醒酒还可以帮助消化。所以各位同学，麻烦你们听好了，以后如果我的女儿丫丫、徐念雅再有什么奇怪的想要凑合我们两个的想法，请你们千万不要跟着她一起瞎起哄，反而要好好的规劝她，好吗？我觉得你刚刚真的太冲动了，你竟然在其他同学面前那样说，丫丫得多伤心啊！我觉得长久以来我们都太顾虑丫丫的感受，你看她长这么大，还是千方百计想要撮合我们两个。倒不如趁着这一次我们大家有共识把话说清楚，免得他还有太多遐想。其实我不是完全顾虑到丫丫的想法，更多的是呢，我心里还是存在着奢望跟不甘心，想说呢，有女儿帮忙，你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如芳，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伤心，对不起，拜托你，请你不要放在。你既然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你就不要再透露出那种愧疚又心软的神情，可以吗？这么多年下来跟你交手，我早就了解了，爱情是不能强求的，我都看懂了，你还不懂啊？果然不愧是商场女强人啊！任何事情都是拿起放得下，你越是这样，我就越佩服你。其实丫的内心深处真的很渴望得到父爱的，说起来都是我不好，我为什么要阻止你们相处呢？要修复你们父女的感情啊，真的不能用那种激进的方式。丫丫没有她外表看起来那么洒脱，其实她的内心是很敏感很脆弱的，我们呢就要慢慢的辅导他，不能再那么急了。说穿了，就是我不够了解女儿。慢慢来吧，多的是机会。
放在这边啊。小胖，小胖。我吗？奇怪，我怎么在这里？对呀、啊，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也是我家哎。不对，我在这里就是为了要等你啊。那你还好吗？啊，你跟欧贤明怎么样？你放心，我们这次的约会非常的顺利。大家都有礼物啊，这个是要给谁的？其实这是我之前买来要送给欧贤明的。你跟欧贤明复合了？没有啦。啊？那是怎么回事？总算安全把你送回饭店了，你先回去吧。那我就先离开了。谢谢你送我回来。不用道谢，我们是朋友嘛。晚安，拜拜。拜拜。赵如芳，你要好好的振作起来，没有爱情也是可以活得很自在。你可是商场女强人呢，加油！美俊，你下次约会想要去哪里啊？买大猩猩，不管去哪里，只要有你都好。但可以找一个不会遇到认识的人的地方吗？去儿童乐园怎么样？我们以前的同学，现在的朋友，应该都不会去那个地方。我是可以啊，但我之前听米宝学姐说，你有惧高症，你不要到时候什么都不敢玩，抱着我哭哦。拜托，我那么 man， 怎样都是我保护你，好不好？不过我们这样偷情好刺激哦。奇怪，都已读了怎么还不回？你该不会真的是渣男吧？喜欢偷情？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真可爱。哎，你最近是吃错药是不是啊？不是看手机傻笑就是看天花板傻笑，到底是有什么毛病？你自己感情不顺，不要看任何人都不顺眼，好不好？我感情不顺，你感情才不顺吧？不要在那边拖我下水。哎呦，如果你真的感情不顺的话，没有女朋友可以找我这个男朋友啊，我可以听讲任何事情，不会嫌你烦，顶多嫌你吵。谁要男朋友啊？你不嫌我烦，但我觉得你很烦。手放开。我给你最后的疼爱，就是手放开。好，所以你做完这五件事情之后，就要跟欧贤明说再见。我帮你冷静。你放心，爱丽丝跟蓝水去看电影了，其他人都还没有回来，所以家里只剩我们两个人。所以我讲再大声都不会有人听见。那就好。我刚真的很怕你把他们吵醒，他们全逼问我。那你决定要放下欧贤明了？我原本是这样想的啦，但是我今天跟他见面，我发现我好像管不住自己的心。我只要看到他的脸，就会回到当年那种小鹿乱跳的感觉，会很明确的知道，我还是好喜欢。好喜欢他，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做。如果你放不下，就不用强迫自己放下。喜欢就说喜欢啊，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喜欢一个人的满分是100分，
你喜欢欧贤明的分数肯定就是200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其他人会觉得奇怪或笑你啊。我不怕别人笑我，我知道你们都不会笑我啊。我比较怕我没办法再重来一次。这5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不是都知道吗？只要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一直重播他当年离开我的画面。张苹果，你只是在欺骗自己了。小胖，如果欧贤明再离开我一次的话，你觉得我承受得了吗？与其再痛苦再崩溃一次，还宁愿不要开始。只要没有开始，就不会有结束。苹果，你看，反正还有3件事情没有完成，那这段时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你顺着你的心走，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小胖，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这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保医院的中医师怎么在这里啊？看现在这个样子，谁感情不顺应该很明显吧？情敌都出现在这。今天你是要来冤家的吗？为了这样子的孩子，你不可以稍动一下吗？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们是大丈夫，说没办法就没办法，只要有心一切都不是问题。我郑重的跟你们介绍一下，我想要跟她共度一生的女人。我已经有喜欢的对象。你家有喜事少， TVBS 四十二台家有喜事。你能不能收到老爸的电话？我哪还是阿健？去救老爸啊！如果你们搞不定，记得打电话给我。如果委屈，就不要勉强阿拉基。阿拉索，你完全不懂情趣，而且没有浪漫。浪漫是男人可怕的糖衣毒药。TVBS 四十二台，家有喜事。谢谢，谢谢。钟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在那里？我跟涛里还有旭晨交情这么好，更何况阿喜是我的护理长，要知道你住在哪，不难吧？这么晚你还亲自到我家楼下找我，
应该是要跟我谈关于米宝的事情。我们之间应该除了叶芳林之外，没有什么好谈的吧？我现在才发现，你是一个很直接的人。现在知道，还不迟啊。说吧，你想跟我谈什么？我想跟你谈你的防护员唐艺昕。这怎么了？我知道了，接下来的事情我会处理。谢谢你特地过来跟我说这些，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绝对不会让米宝受委屈。我不是不相信你吧，不过蛮好奇的，你会怎么处理啊？钟律师，我一直很好奇，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米宝，所以才会这么关心我们这件事情。是啊，我承认，我非常欣赏叶芳林，但是我也知道感情的事强求不来，所以我也不会去做那些吃力不讨好、勉强其他人的事情。在你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为人。你知道吗？叶芳林曾经跟我讲过，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就是你。我也看得出来，叶芳林心里还是非常喜欢你，所以我愿意帮他解开这个心结。张律师，谢谢你对米宝的照顾还有真心，也谢谢你这么成熟的感情观，我敬你一杯。等一下，叶芳林就像我的妹妹一样，你要答应我，一定不能让她伤心难过，知道吗？你放心，米宝的未来就交给我吧。你小心啊，慢慢走。怎么喝那么多啊？我家人，我走不动，你背我。我背你？你在说什么？女生呢？我都叫我背你啊，怎么都到家了？你该不会还要叫我背你上楼吧？我不管啊，你背我啦。齐家宝，你不要闹，你用走的。你背我上楼。哎呦，小朋友，齐家宝，小心。阿宝啊，酒量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差、啊？才喝几杯而已就醉成这样。谁喝醉啊？谁？你说谁喝醉？好，没有人喝醉，好不好？来，你乖，我们上楼。我不要，你背我啊！好，你怎么一直叫我背你啊？你不要闹，我们上来，快点，走啊！齐家宝，你好重啊！好了，嘉玲，你不要理他。你就让他睡在这里，等他明天早上起来腰酸背痛就知道后悔，看他以后敢不敢喝那么醉。阿明说的对，你就让他睡在这里，如果他一直这样吵下去，你整晚上都不用睡了。而且你明天不是还有直播的工作吗？走走走，上楼睡觉。上去上去。不行啊，他这样感冒，睡觉。好家人，背我啦，好家人。好了啦，人都已经上楼了，差不多就醒了吧。哇！
是我的女人，就乖乖把戒指戴上。哦，我的家爸爸 BB 老公好帅哦。所以，戴还是不戴？戴，我戴，我戴。喜欢这样的我吗？好喜欢，好霸气哦。这次我绝对不会失败，郭嘉玲，你等我。是我的女人，就乖乖把戒指戴上。怎么是你？我刚亲的不是欧嘉玲吗？起家，不要命了是不是啊？每次都要亲我干嘛？呸！不是、啊，哥，你们在干嘛？这，你刚刚不是在洗澡吗？没有啊。阿明洗比较快，我当然先洗啊。啊，所以我刚真的亲错。应该是我去漱口吧？你说个屁啊！你这样等于我跟齐家宝进阶接吻哦。这是谁的心跳声？是我的，还是他的？还是？我们的，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你觉得我想干嘛？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叶发明，让他去吧。组织干嘛传那么奇怪的讯息给我？这两个人的关系，我看你随时可能要搬走，因为我们可能心血来潮就会跑去结婚。校园里看着你。是不是又不开心？伤脑筋，课本里看不懂的那道题。艳阳下，操场上，你会汗如雨模样。下课铃去哪里？学校后门等你。Oh Freedom，振作弄真第一，白板笔，纸飞机，水桶准备好没问题。